此乃最近一只祸害四方的狐妖，记住，这个符不能拆。他呀，是这里老鸨的女儿，名唤丫头，美丽绝伦。小姐如此绘制兰心，却为何久居在这烟柳之地？你是不是看上了那王文啊？吃了他的灵魂，岂不是可以长20甲子的功力？ 人傻得糊，糊就是不得人。此乃自然之道。你用这根针将亡魂的功德光盖住，我就让你自由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也是妖啊。那即使我喜欢你呢？果然是妖不守本，借口。 Yeah.